这是咱们380伏6000瓦的蒸汽清洗机，咱们做一个小试验，就是测量一下它的出口温度，就是它的出口温度和大概出口10厘米处的温度大概是多少度。好，下面我们看一下，这个是一个测量的温度计，这个测试的蒸汽绳长度是10米长的一个蒸汽枪管。这个测量的温度就是出口大概是90度那样子，然后我们看一下大概10厘米处是多少度。大概是70度的温度，谢谢大家的观看。